觉有点意识，我什么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睡觉肯定有意识啊，旁边有个小孩子嘛，总归想着要他嘛。你就是属于那种睡觉的时候自己要盖一床要夹一床，半夜冷了还要把别人身上的被子扯走的那种。你看38.3度，没有那么烫，来。他明显比我刚刚接到他的时候又烫了一点。又烫？嗯。要吃退烧药的，因为他手脚是凉的，还会再说吧。不要等到40度才吃药啊。嗯，行，要吃退烧药。有点冰哈，你这贴的，明天要贴的。明天额头很烫，嗯，没事忍一下嘛。哎，冰要勇敢一点哈。好凉，好凉。他现在你看脸很红。快快退烧，退烧药。关于月月这次生病的事情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我不是有意去裹他的被子的，而且我自己是故意的，而且我也没有睡好觉。知道吧，我们这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是比较惊醒的，我每次惊醒我就是说哎呀我是不是把他给压着了，我就是这种状态，知道吧。是谁跟我说你尽管放心家里面有我呢？说什么豆腐，你这个是豆腐？对呀。那你桌子上烧好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猪排。这是猪排啊。我刚看到我以为是豆腐呢。这是豆腐，对，这里是什么？他们新月要吃的红枣核桃馒头。你蒸馒头了，和面。对。哦。哎呀，人家梅姐还真是神灵手巧，一回来就在厨房里忙东忙西的。像你啊，天天带他出去吃披萨，吃这个吃那个的，好了，这下吃生病了。